你欠人家很多约了呢。不是，哪有？你只欠了一首我不离开。对啊，跟这个 Nobody 两首而已啊。才欠点歌哦。谁？最后已经讲最后一首了，还来？走着走着就散了，庄心妍的歌怎样？哪一桌的朋友点的？所以你们两个散了是不是？吃着吃着就胖了。他们坐着没有走了。有些人走着就散了，吃着吃着就胖了。啊，好伤心的歌。对，就知道我不太喜欢唱这首歌。好，接下来我刚说要唱什么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年纪了哈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，既然是摇滚的歌曲，又是最后一首歌，现场朋友把手机给我。好，Thank you.